威胁他。不是说好了先不让别人知道的吗？谈着恋爱呢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正大光明点不好吗？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麻烦。可以，刚刚跟我表白成功，现在就要甩了我呀？我这样跟你说，之前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过得很严谨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控制得很好，包括我的事业工作都不会出现任何差错，直到你出现，你把我的生活整个打乱了。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失控，这种感觉很不好，我也很怕公司知道，所以……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保密还不行吗？刚刚就那么随口一说，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消消。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太委屈你了，对你不公平。我一点都不委屈，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刺激。行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呢一定会保持低调，而且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行了吧？对不起。别再说对不起了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分手之类这样的话，连这样的想法有都不行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来，干一杯。等一下还要开车呢，不能喝酒。那你亲我一下。我走了。拜。就这一句话呀？那还要说什么呀？不说，做也行。你弹我干什么？我让你亲我一下。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你看这儿有人吗？一个人都没有，亲一下就亲一下嘛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走吧走吧，晚安，睡吧睡吧睡吧。怎么给的？